王先生，啊，我人就伫咧遮，你想要看我，看我本人就好啊，看你平时要创啥。这是你做高工替我准备的呢。啊，之前我咧想你的时阵哦，我有乖乖听你的话，就把这摕出来看。啊，不过想到你一个人伫咧内底受苦，我就种唔甘的，所以大概小心啊看一下，唔敢啊看了。啊，即摆你已经出来啊，我就想讲哦，规家完全拢看了，无到时阵哦，你问我什么问题，我无法度回答。既然无看完，就免看啦，我也袂甲你客气啊。袂用的啊，这是你的用心啊，够有爱心呢。起码啊，咱就做伊甲看了。你看伊内底，哦，头鬃白干呢，还佫换造型，到底要讲啥啊？我是想要甲你讲，我真正足想、足想、足想买棉花糖。尚豪，是嘞，咱两个之间本来就不应该有秘密，啊，不过刘静川真正太过奸巧啊，只要还袂甲伊搬落岛，我警察甲伊抓起来，杨小鱼的身份就袂用得别扛。王太太，别安尼袂用，你不专心呢。你又派啊？哪有，我就是拉玫瑰。可能是足久哦，我对我遐尔热情啊，叫我主动啊，我拢袂记。我的心心糖哦，若是变做拉玫瑰，嘛是足香的。安怎？不介意啊？我足介意。我是感觉讲哦，我若继续看你这甜甜的笑容。我也想要把我的星星糖全部都吃光光。这样你久无见面，还是这样无见面？那是因为你平安回来，我才有迄个心情来跟公生笑。啊对，我有替你准备礼物，看卖是不是该？来，你来。哎呀！来来来来。对呗，我知影你应该是袂记啊，啊，不过咱熟识就是迄个时阵哦，你咧找樱花对杯配合人心呢，咱才会不打不相识。啊，不过你甲人心有对杯啊，我是食醋，所以哦，我才特别点去做。我哪有可能袂记住？甲你做伙经过每一项代志，拢是支持我度过这段时间上大的力量。拄啊伫咧地检署内底，你叫我大胖的时阵哦，我是足欢喜的，感觉我的辛苦啊过来，我的小胖赠送一顿来。那是因为我伫咧内底有发发欢笑，而且你拢甲我讲遮尼侪咱较早的代志啊，我若是搁记袂起来，安尼伤过无良心。不管你是不是。伊永远拢是我的小胖，我的星星糖。大胖，这段时间辛苦你啊，我等我一下，真紧我就会当甲你完整的小胖赢你。